3月23日， AAE 外教 David 与 Blake 老师进入佛山顺德一中附属小学进行英语公开课。课堂上，外教老师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，热情投入，大声开口说英语，完全沉浸在英语课堂中，课堂氛围非常热烈。在外教的引导下，学生们渴望学习，热衷学习，大胆尝试，教学效果非常显著。隋唐老师也对 AAE 外教老师的互动教学效果表示赞赏。Open shut them, open shut them, give up.